八，然后考出来就是好像所有的线一样线性数。基本上呢，今天等一下教你们是属于比较，就是属于比较中国古打法的过法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基本上呢，你在打中国鼓跟打传统鼓，好，就是要看比较一下的时间。现在传下去的这一双，哈、哦，这一双是属于什么？爵士鼓棒，有没有发现它跟太鼓棒有什么差异？它比较细。